大家好，我是甘。相信大家的电话费目前都很贵吧？那么我有找到一个 apps，这个 apps 呢，它可以回扣高达差100块马币。那么现在我就跟大家分享。首先呢，我们先开 Google Play Store，然后在 Search 这边，你就按 MB Meter。所以它有出这个 icon 啦、啊、你就 click 进去第一个 icon， 然后你就 install accept OK， 所、so、以已经弄好，已经 install 好了，我们先就打开这个 icon OK， 它会有一些 instruction， 你就按 accept 咯 join now agree好，加入你的年份，你的生日年份，然后性别，然后你在哪住在哪？OK， 好了，你就按 finish， 好了，已经弄好了，那么我们现在就。这个就是你怎么运用你的手机。Next， 好，那么在这个 SSD 呢，我们就按 OK 咯，它就 on 咯，然后啊，已经 on 了啦。那么现在呢，他们就会开始收集你的这个资料，每一天都能拿到一个十分。等到你满310分呢，你就可以拿来换10块钱，然后可以拿来扣你的电话费。现在呢，我的户口已经有310分了，可以拿来兑换10块钱了。那么我就去在那个 MB Meter 里面，我就去按 Choose Redemption Option。我用的是 U-Mobile， 所以就选 U-Mobile。选择你要的数目，通常是有5块钱跟10块钱，然后我就选10块钱。选了之后呢，填上你的电邮地址跟手机号码，然后好了之后就按 finish。那么之后它会出一个简讯，已经收到了你的电话费。那么整个程序就已经完成了。如果你是在国外，不是在马来西亚呢，你就可以用这个 Google Search， 然后就按一下这个 MB Mobile Performance Meter， 这边有 show 一个 icon 呢 ，Mobile Performance Meter， 然后就按进去，然后就在它是在 Google Play Store， 但是因为，在马来西亚只能够用 MB Meter。这个 Mobile Performance Meter 它只能够在国外用。如果你们有install 了之后有赚到分数来换取你的电话费的话呢，请你们在以下留言。这个影片可以帮到大家，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分享以及订阅，谢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